今天是凤柑耶，可以收集种子了。收集种子了。希望他们能顺利发芽。我也来爬，我也来玩。哎，可是他们好像长得有点太急了。那我们来分装吧。没错，这样才能快快长大。我可是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啊。我要提供土壤。那谁要提供铲子啊？我。啊，我记得回收桶里面好像有很多杯子哎。我们可以拿去洗一洗就可以用了。好主意，我们赶快动手吧。